本来原来在这之前的话嘞，那里身体好，脸红扑扑的，知道吧？自打那后来以后，就身体一直不太好。20多岁女孩左侧肾脏被偷，多年时间她自己竟然不知道。公司偶然间一次体检，她这才发现自己左侧肾脏消失。思来想去，她想到曾经做过的一次手术。女孩母亲了解此事后，在曾经做手术的医院大吵大闹，要求医院必须给他们母女一个说法。然而当年的主治医生却不肯露面。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内情？女孩的肾脏又为什么会莫名消失呢？下面小池就跟您一起探查女孩肾脏消失的真正原因。女孩名叫高静，家住延安甘泉县。最近公司组织了一场集体体检，高静跟着也参加了。最近她感觉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也没把这次体检当回事。然而体检结束后，医生告知的结果却让她直接惊呆了。根据肾动态显影报告上来看，她右侧肾脏轮廓清晰可见。 而左侧本应该是肾脏的区域，却是看着空无一物，这就意味着高静左侧的肾脏没了。得知这样的体检结果，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女孩两眼无神，显得十分无助。回家后便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党海燕，母女两人仔细回想，一直认为只有那次事件才有可能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原来多年前，17岁的高静还正在上高中，本想趁着暑假到外面旅游，然而她才刚出门没多远。 突如其来的一辆轿车让高静始料不及，当场被撞飞出去，直接口吐鲜血晕倒在地。之后便被司机打电话送进了医院。经过医院检查，发现她的脾脏破裂，需要紧急手术。十分庆幸，因为抢救及时，高静的生命得以保住。但因为脾脏破裂导致大出血，为了保命，医生经过家属同意，她的脾脏被摘除了。手术过后，由于年轻，高静伤口恢复的特别快。可是自从手术之后，她开始变得非常懒。 连内衣内裤都是高静父母帮忙清洗的。尽管在家不干活，她仍然经常感觉到浑身无力，偶尔还会有腰酸背痛的症状出现。家人一直以为这是摘除脾脏的原因，现在想来，很可能跟这个消失的肾脏也有很大的关系。于是高静母亲拿着本次体检的化验单，到高静曾经做手术的医院讨个说法。接着就出现了下面一幕。然而不管怎么闹怎么喊，当年的主治医生就是不肯露面，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他们一家人危言轻。 无奈只能找到当地媒体求助。高静的母亲拿出一张高静出院后的体检报告，上面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双肾图像未见明显异常，这说明高静在手术后左侧肾脏仍然还是存在的。记者疑惑会不会是他们误会医院了？高静母女直接反驳，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弄错。这是高静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手术，除了这次就从来没有人打开过她的身体，也就不会有其他人有机会偷走高静的肾脏。 而且因为当时的技术还没现在这么发达，检测报告都是采用手写的方式出具，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医生故意写成这样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有这个医生清楚，可医生却消失不见了。于是记者跟着母女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医院，这位医生仍是消失，但医院墙上的在职人员表上能看到，当年的主刀医生贾君毅仍然在本医院任职，而且还升职成了科室主任，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3楼。 可办公室的门却是紧紧闭着。记者尝试用电话联系贾君毅，可电话确实一直提示关机。手术后女儿的症状，当年手写的体检单，现在主刀医生又故意躲着不出现，这让党海燕心里更觉得医院有鬼。如果他们做事坦坦荡荡，为什么不敢出来见人？为了讨个说法，记者带着党海燕找到甘泉县医院副院长常文森。院长当面非常坚定地说：“这绝对不是医院做的。如果是医院做的， 他们该赔赔，该罚罚，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党海燕来医院闹过第一次后，他就把当年的主刀医生和助理医生叫来问过，他们都十分肯定没有做过这事。对于医生们闭门不见，院长也给出解释，不是医生不愿意出来对质，让他先躲起来都是医院出的主意。因为杨海燕一家在医院闹得特别厉害，还弄来一堆铜锣，在医院的过道里削了2个多小时，最后叫来民警，这才暂时了结。这是他们从20多年来见过医闹最严重的一次。 为了保护贾君毅大夫的人身安全，这才想出如此这般的应对之策。或者他有女儿，他有儿子，他的事让人家割走，他的心情是咋样？会不会平静？会不会坐在家里面等着？会不会说不理不睬？党海燕也解释了当时这样做的原因，双方各有各的说辞，事情逐渐陷入僵局。如果这事儿没个结论，党海燕一定还会来医院闹事。这时医院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找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 根据公证机构调查的结果，双方妥善处理此事。眼看当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高家人答应了医院的提议。在1月24号，高家人和医院代表共同向西安蓝图司法鉴定中心提交了各自手里的证据。根据这些材料，鉴定中心的法医李峰发现院方在手术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原本手术应该使用的局部麻醉被院方单方面临时改成全麻，这个过程院方并没有告知患者家属。常文森副院长给出相应解释，手术过程中时刻存在不同情况，医生有权利在手术时改变麻醉方式，而且麻醉方式并不会导致肾脏丢失。随后，鉴定中心的法医提出第二个疑问，根据患者病历报告与手术记录对比发现，手术时间存在异常。患者家属看到的是上午9点半开始手术，而实际手术时间是上午的11点半，这中间相差的2个小时里，手术室里在做什么呢？副院长对于这个问题开始质疑，司法中心不够专业，病历报告显示的9点半只是让患者预备手术开始，当时患者可能还在病房，并没有被推进手术室，而且手术开始前还要进行其他准备操作，之后才会进入真正的手术时间。关于院方的回答，司法鉴定中心主任表示不认同，还说是医院的操作流程不够专业，术前准备工作应该提前进行，手术的开始时间应该明确标注，而不是把病人推进手术室后才开始准备。经过5个月的时间，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在双方出示文件中的种种疑点，得出了鉴定意见结果。报告显示，院方手术的确存在过错，不排除高进肾脏消失与院方有关。然而，医院看到鉴定结果后却表示无法认同，并出具了一份院方自己的鉴定结果，说高进肾脏消失存在以下可能：先天发育不良、肾脏移位、手术导致左肾萎缩，或者是术后高进再次受到伤害导致的肾萎缩。高家人针对院方的结果非常不满，并作出反驳。明明高进术后院方出具的体检结果显示的是双肾图像未见明显异常，现在说发育不良，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而且自从那次手术以外，高进再也没有做过手术，也没有受到过其他事故伤害，这就只可能是2种可能：肾脏移位或是此次手术导致的医疗意外。由于院方无论如何都不肯认定第一次的司法鉴定结果，又提出2次鉴定的建议，只要高进愿意做一次 3D 造影，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了。而高家人面对提议却不是很认同，因为根据他们了解，这种检测会伤害肾脏，而且对白细胞的伤害也不小。高进的身体现在本来就不怎么好，如果检查之后再出现意外怎么办？于是院方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高进检查后如果出现由检测导致的疾病，院方会承担责任。高进父母这才同意检测。然而当他们第2天来医院准备检测，医院却又改变了主意，这究竟又是为何？副院长再次做出解释，如果医院承担检测后出现的伤害，根据高家人之前在医院闹的性子，万一以后高进出现一些小毛病，并不是检测所造成的，高家人又来闹事，到时候医院也说不清楚，想要2次检测就必须去掉这条才行。高家人知道后当然表示不同意，此次谈话双方再次不欢而散。经过记者多次找副院长谈话，副院长说这件事必须要由院长决定，而无论怎样记者都没有找到院长的影子。之后高家人将医院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定结果是高进的肾脏并非医院故意摘除，但存在医疗过失，手术导致高进肾脏萎缩，医院应当赔偿高进各种费用，合计26万2240元。高家人不服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检方认为判决结果合理，拒绝上诉申请。由此事件终于落下帷幕。虽然高进得到了应得的赔偿金，但却永远的失去了一个好身体。而院方如果一开始就积极面对此事，事后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麻烦。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